督鲁的候选人，而这一次被披上火箭战袍的民督鲁的候选人将是周长佑。周长佑，你上来。另外一个就是思无区的候选人，将代表行动党上阵的思无区候选人，我相信大家也心里有数了。不过我就给大家一个肯定，就是我们今晚的筹委主席呢，林才耀。现在我看到下面坐的有一个在那边七上八下的在看着我，眼睛两粒眼睛在看着我，你敢不敢？你敢不宣布我？这个没有什么悬念的，没有什么像我们行动党的战将，不是临时放出来的，大家都是要经过长久的工作，长久的不选民。到了一个阶段，舍他莫取的，所以南丹区的候选人也是我们前南丹区的国民员刘强燕。好，希望十五的同胞们能以及民督鲁的同胞们能够给他们强大的支持，让他们。师傅，然后呢，再一次的代表你们出战，还有我们这个新旧民督鲁的，我相信他将会挑战一个跟他一样 size 的对手，和那个跟他一样 size 比他更大只的对手。但是年轻就是本钱，好，给年轻人一个希望，所以希望这边有民督鲁的同胞们也给长佑一个强大的支持，好不好？好，我们给记者朋友拍一个照片吧。然后接下来，各位在场的同胞们，你们的餐桌上有两张红色的纸，一个是今天晚上主题口号，延续民主改革，打造更好家国；另外一个是火箭和巴嘎当卡拉班的 logo。 我们现在要把你们希望你们把这两张纸拿起来哦，然后我们从这边拍。